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。就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就会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大概让你讲。我还在谦虚的时候，这个人说大家都这么说。OK。我刚刚讲那个你小时候不把我抱回家。嗯你说我什么呛奶又什么黄疸。就摆在一个混血儿旁边，你看就爸哎，就林哲熙摆在凤小月旁边，好想把凤小月抱回家，没比较没伤害，隔壁又特别漂亮，这你们不能怪我，基因是你们的，我们是不是同学啊？对，我们还是幼稚园同学呢。那个啊，小时候照的，是我旁边的那个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龙山寺。然后在门口等着我们的就是哇，我的爸爸妈妈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就是你爸爸妈妈、欸？这就是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。就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就会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大概让你讲。我还在谦虚的时候，这个人说大家都这么说。OK， 今天真的谢谢你们那个邀请我来到你们的家乡，欢迎。然后这里是龙山寺，龙山寺，对，龙山寺。然后算是跟你们家渊源也很深的地方嘛。他小时候就常常走丢啊，走丢两次，我差点被休嘞，真的。他要是没找回来，我可能就很可怜。我刚刚讲，妈妈都哭，你看妈妈都哭。我刚刚讲那个你小时候不把我抱回家，你说我什么呛奶又什么黄疸。就摆在一个混血儿旁边，你看，就爸哎，就林哲熙摆在凤小月旁边，好想把凤小月抱回家，没比较没伤害。隔壁又特别漂亮，这你们不能怪我，基因是你们的。但走失是怎么回事？你不会怕吗？不是，是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就想象力很丰富，比如说我妈带我哥去上厕所。然后我可能就在那边等，无聊，我就会想很多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刚刚有个人经过，会不会那就是妈妈他们已经走出去，他们忘记我在这里，然后我就跑进去厕所里面蹲下来这样看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都没有看到人，但其实他们还在里面。所以其实你也因此从也是刚好，你从小就有一点视觉失调。没有，就觉得我就是会到处跑啊，就是我会。思绪会飘来飘去，所以能够养得这么大也是不容易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龙山寺，龙山寺有保佑，妈妈有保佑，这样又是一间香香的房子，真的耶，怎么那么好啊？鹿港哪里都香香的，但是你们选择在这里做陶艺，这边是店啦，我们的陶艺的工作是在别的地方。对对对，这边算是我们招待客人，然后像我们的名片上就有就是图示，就是如果你来这边就是从喝一杯茶开始，然后慢慢带到从土开始做器皿，然后做生活道具这样子，待会你们也会体验到。 OK， 这是小秘密吗？不是吧，我们之间没有秘密。那讲到我们之间没有秘密这件事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就要看哲熙本人。哲熙本人在鹿港有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然后曾经在鹿港留过痕迹，尤其是暗巷哦，九曲巷哦。应该是没有吧。我没有收集一些资料哦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见过，我们是不是同学啊？对，我们还是幼稚园同学呢。太久没回来了。那你记得我名字吗？你都跟他借漫画，跟我借过那么多次漫画。人家记得你，他很好记啊。他哪里好记？帅。对啊，也对啊，帅。他在等下，他该不会小学就长这样吧？我带那个小时候的照片。是假的啦。背都湿了吧？跟这面墙一样。我真的没有料到，我从国小其实就离开了嘛。然后我跟前面的同学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联系，他不会跟我们联系。对啊，我吗？小时候他就有绘画天分吗？对啊，我们常常在绘画比赛就是一直成为死对头，一直较劲，第一名、第二名这样。不过他应该都忘了啦。我真的忘了。大合照？对啊，就走一张，很好笑吧？哇，还有签名耶，大家都。对啊，谁认出谁是谁啊？他很好找，这个吗？这个啊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我是这个吧？对，我刚刚也有认出来，哇，没什么变哎。对啊。可是你小时候其实就是个好看的孩子哎，他就是个好看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是个帅哥哎。是。我先跟你解说一下如何画好了。我没想到我人生中会有这一天，真的，没想到人生会有指挥林哲熙画画的一天吧？对啊。那你用心吧，我在看你的幼稚园照片。很正面，他是他是。好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旁边的那个啊，这根本认不出来，说是别人家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妈妈想抱隔壁的那个混血儿。